演出马上开始，请大家往前来点，大家往前来点。都写着商务舱，你们坐的都是货舱吗？这上面都下来。瘦子老师，这做别人都不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雪茄简乐队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牙买加，预计空中飞行时间是41分钟。为了保障飞机导航及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在整个航程中，请不要使用手提电话、遥控玩具、电子游戏机、激光唱机和电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客舱乘务员进行安全检查，请您在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将协同机上4名乐队成员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谢谢。不应该尖叫一下吗？怎么没看灯牌？第一首歌，对对对，第一首歌。We'll be right back.
新人欧佳美。Thank you.
月光下的身影是座丘陵，烟雾缭绕的午后有一个起飞的沙子落，虽然是个生长在贫民窟的孩子，想有个信仰的 Rastafari。我的姑娘，你别再忧伤，我愿。
现在飞机进入平稳飞行过程中，请大家稍事休息。
那个写着张天翼的那个呢？啊，那个是小的，那没亮。嗯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这东西啊。开心开心开心。行行行行，来，下一首歌《蓝山》。蓝山。下一首歌之前，我稍微说两句。这个
每年我们这个不是每年，就每次专场的时候啊，其实都会找一些这个老一辈的艺术家的作品来进行一个翻唱。然后呢，这个往年呢都是改编一下，今年呢，因为感觉好像改编也没什么太多的意义，就觉得直接演一个比较尊重原版的一个演出。然后呢，这首歌的我们要邀请一位这个特邀的空乘。邀请之前，我先问一下，咱们有多少是八卦秀的听众？再多喊点声。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张伟南。California. Bring
said, we wrote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In the master chambers, gather for the feast, stabbing with their steady knife,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As soon as I remember, running for the door, I took on my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Well, I said a nightmare,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it. 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客舱遇到不稳定气流，请他造一点。
another long stop. Go on. It's a wonderful place. I know I know what to do. It's a wonderful place. Sweet and good. The end of sunrise and the blue sky. Cause we are crazy for this new world.震惊。
相拥，藏了好多词汇，描述见到你的第一瞬间。去一地，轻轻吻着。我的心跳都已跟着阳光洒满了。即将调暗，给大家带来机上广播节目。欢迎收听一周摇滚八卦秀。啊，今天非常特别啊，大喜的日子啊，嗯，是大喜的日子。然后主要呢，我们有两位成员，然后今天开飞机的，对，上台表演。嗯，表演的内容呢是开飞机。真精啊！英雄这个乘务组啊，哎，然后主要呢，这个上半场呢，其实他们刚才表现的一般，对，啊，哎呦，然后但是下半场据说不太一样哦啊，有什么亮点呢？这个，首先第一呢，这个机长这个张天翼同学啊，更一般了，对，然后这个好像要跑后排座椅去了哦，变成副机长了，开始偷懒儿，哎，这是当乘务长了，对对对，当空姐那个乘务长要上前头开飞机去了，空姐开飞机的，是是是。然后另外呢，另外一位机长呢，这个李清如啊，他平时老管自己叫土地，对，啊，然后这个土地现在已经飘到天上了，我们管他叫沙尘暴啊。哎，然后他现在要唱歌了。哎，这个熟悉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这他不会唱歌呀，我们这位土地老师那是一个朗诵爱好者，是啊，然后这个平时唱歌跟念白似的，这配乐诗朗诵啊，对，然后这个一会儿据说他要开始唱歌，但是不知道是一种怎么样的表现形式。哎，啊，我们非常之期待。但是说到底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神奇的人会组成一个乐队，是并且呢现在还居然卖票演出，真是，据说他们是发小啊。哦，是吗？从小据说是两边家长，一个纸尿裤长大的那种的，就是娃娃亲，说是有说是家长啊，指父为这个认识，他们两家人经常在一块吃饭，两家人关系可好了。哦，那今天这马上要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表演了，也不知道一会儿什么样。那在此先嘱咐嘱咐在场的各位同学们啊，哎，好听也别听，好听也别听，牛掰也别鼓掌，哎，啊，请尽量的发出你的尖叫声，对吗？让更多的人听到。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大家掏出这个手机，可以进行录像录影，并且发送到你的朋友圈。我还以为打开手电筒点燃这个夜晚呢，那是什么逃跑计划啊？然后这个非常
非常卖力的演出一定会博得一个满堂彩的，然后并且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乐队的存在，是吧？好吧，那据说他们今天这个演出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签售活动，反正我觉得超过5块钱那大家就微信支付吧，好吧。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下期再见，拜拜。哼，请大家多拍一些我挡住张天翼的照片，来微博艾特我。没说话。来来来，说啊，来，那个咱们这样，这个别说放一个这个相声，咱就往后走了，跟我保持一个跟刚才一样的距离，好吗？再往前来点，往前来点，往前来，来来来，我上来怎么大家都往后退了？别害怕，别我错了。Oh, get up, stand up. Oh,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Oh, get up, stand up. And don't get bothered fight. Oh, preacher, my don't tell me her. Oh, heaven is and the earth. I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life is really worth. No, the God is God. God, the story has never been told. Now we see the light.Stand up for your right. Come on, say get up, stand up. Yes,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Oh, get up, stand up. Say don't get bothered. Hey, get up, stand up. Just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Oh, get up, stand up. Say don't get bothered. Most people think they pray God from the skies.He make everything and make everybody behind. If you know what that is worth, and you know that is worth, and now we see the light. Oh,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Come on, get up, stand up. Yes,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Oh, get up, stand up. Say don't get bothered by. Get up, stand up.For your right, get up, stand up. Yes,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Oh, get up, stand up. Come on, don't get bothered. Fight one more time, say get up, stand up. Yes,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Nah, nah, nah. Get up, stand up. Say don't get bothered. Fight. Yeah, get up, stand up. Oh, stand up for your right.Get up, stand up. Oh, don't get bothered by. Get up, stand up. Oh,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Nah, nah, nah. Say, get up, stand up. Say, don't get bothered by.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Get up, stand up. See, 我觉得你坐那儿挺好，其实。哎。发现他上台之后，这个麦克风被摆歪了，就是不想让我挡住他，但是没有你往回挪。对不起。
首歌之前啊，我多说两句啊，这真的是多说两句，没意思。首先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谢谢你。我也知道，就我，但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啊，那我需要这个在这儿感谢一些人。首先呢，啊对，咱们这个空姐儿演的怎么样，唱的怎么样，刚才？然后呢，首先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两位这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们啊，这个吉他陆天培老师，规划界吉他弹的最好的，贝斯大萌陈尊萌老师，然后刚才这个带我，哎，你少感谢了一人，啊，感谢后面那个啊，对，感谢所有的所有啊。然后这个包括刚才这个把我们带偏到加州的这个张伟南老师，还有哎，然后感谢我们的 PPT 手瘦子老师。我没说完呢，上次我来这儿演出的时候是邢硕求婚，这回瘦子已经带着爱妻坐在调音台那儿了啊，可以，非常优秀。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来宾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来宾，感谢一下我妈妈啊，这个，举例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鼓手的爸爸妈妈也都来了，然后叔叔阿姨好，然后着重其实还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鼓手李雄璐同学啊，就是在专场的过程中一直是呕心沥血，然后每天拿小鞭子抽我，漂亮，哎，然后最后感谢我自己。然后这是第一段啊，我们现在再说第二段。这个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两个在本命年的时候写的，因为本命年大家都知道会比较的可以说丧吧啊，就是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开心的事儿，然后呢也是这个相互扶持，然后这个互相鼓励，抱团取暖，这反正就自行再联想一些这些四字词语。然后呢我们就写的这首歌就没问题，就是觉得今后遇到的困难其实都不会有问题啊，然后没问题。
切都没问题，没问题，你知道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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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都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没问题，你知道的一切都没问题，没问题，你知道的一切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然后，等会儿呢？然后下面跟领导讲话。哎，我是不是站起来？那个，然后该我讲话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好嘞。来，就后面，我前面不太是。那个就是，其实我们的音乐这个做的也没有很好。然后那个，然后感谢大家能来捧场。然后就是我们，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就是我们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生活中有好多，你看我这就提高的这个语气啊，就生活中有好多这种，让难受的事儿，或者是特别枯燥。正是因为我们这些我们爱的这些事儿和我们想做的这些事儿，然后它是我们克服枯燥生活的动力。然后同样，它也是我们就是遇到困难时最先的一道屏障。然后我想说这个东西它虽然不能让你吃饱饭，然后它也在危险来的时候它也不能那个。阻挡伤害，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你的堡垒，可以作为你的动力。然后就是那个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外面有签售啊，然后请大家支持一下啊。然后就是这个，然后还有那个邵老师会那个我到最后一首歌，然后那个最后一首歌我想大家都应该会唱，然后我们要把歌词打在屏幕上，然后希望听着大家合唱好吧，一共有八个大字好吧。清妃神魂，对，请行，记住啊，对。都会完，好我们的音乐，配合我们的乐曲，尽情弹奏一切，什么都会完。
这个形式是不是走得特别好？给面儿。哎，其实刚才我本来就第一声就想冲出来，但是他们给我拉住了。你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春风十里》。上台了，哎，那也不演，不会。We'll be right back.
谢谢，我们是小鸭姐，我们下次演出再见。来，这个真没有。谢谢，非常有诚意啊。漂亮。